我帮你们拍一张照片啊。后来的就是本来他有十六个门徒嘛，然后使徒们，然后怎么样继续？所以《使徒行传》就是其实是很丰富的，就是说它不是只是使徒们的一个旅程而已。对，它其实是在描述一种的情形，就是说。这个基督复活在升天里，他成了这个赐生命的灵。Amen. 那如今他活在每一位这个信徒的里面。好，所以他说很重要一个叫做借着门徒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都是可以得着这个灵。